先第一位登场，背号零号阿巴西。接下来介绍背号二十三号 number 23，他是最爱你的小哥哥，能切能投，没有道理的左投 Cleanthony。哇，这个球被阿巴西给抄走，前面修太了，单手扣篮，阿巴西。开局目前中信特攻12-4领先。哦，围堵这个台啤的外线，而让范江伟奇这个点基本上放空，那中信的球员有立刻换人了，现在艾里上来了，也就是倒戈啦，是就是他情绪控管的问题啊，几次的这个尽可能的做好这一点，这个可能这个一个可能无心之过哦。好，暂停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台啤的进攻，艾里摆脱对方之后的后仰跳投 fade away 出手得分，哦，刚刚得分的是克里斯。又来了，又是艾里。此球状态呢？现在新北中信特攻换人，林炳胜。那另外还有曾文鼎，现在来到场上。再给到阿巴西，直接起了。阿巴西回进个三分，17-13，还有5分整，第一节比赛结束。两队都，哦，这个球员之间都有在较劲哦，都有在较劲，哇，很精彩。在地板上还扭动了一下，传说中的早歌 ，Early， 哇塞！台啤英雄队的主场就是天母体育馆，北师大天母校区。好，巡翔，这个球再给更近，漂亮的助攻 ，Nice pass。那当然，因为他会判断防守者，也就是说他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好。能里能外哦，虽然他们的单打技巧并不是非常好，但是以大打小，他们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哇，艾里又来了，我的天哪！让艾里好像有点点情绪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推人啊，推人，然后他再去做到一个投射哦，所以这个球应该裁判吹判的是，应该是分两个阶段。OK。哇！空中我的天哪，蛮可怕的。阿巴西撞进去，再拿两分。那现在中信特攻的三分球命中率还在38%以上。这个球虽然被打了火锅，但是底角还是一个妙传。进攻策略就是往 low post 先打。艾里急停跳投出手。阿巴西外围出手进了，又是林伟汉的助攻，林伟汉非常能够洞悉整个，是不是是低于十次都算不错。最后回到艾里手上，一过前场就 double team， 哇，这边是黄聪汉，找位给艾里，对位的情况下还是硬拔，再交给阿巴西，让艾里给靠到我。4:30中，谢亚轩，亚喵又一个三分球，最后是回到了林炳胜手上。阿巴西夺过来了。哦，包括刚才蒋英安7投5中，那在于中心这边林永汉6投4中，跟谢亚轩的这个6投，而且不能过度的协防哦。那过度的协防，你就会造成对方外围有投射的机会。人员的控管，你不能让对方有轻易的单打或者是助攻的机会啊。但感觉上都有这种逐渐靠拢这样的感觉。对。哇，又是一个三分球，这边是弹跳性很强，所以叫齐杰大胜。那现在则是林炳胜，被对方给封印住啊，所以打6分钟。再出来会给克里斯，再会给阿巴西，阿巴西的抛投出手弹了2-3下。周柏勋。再位给艾里，欧阳跳投出手，下半场他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周柏勋的干扰。欧洲步，艾里出手得分。再位给阿巴西，阿巴西三分球出手命中。哇，这个利用一个简单的掩护，哎，哇，我传到阿巴西手上，前面阿巴西空中拉杆。那现在中信特攻取得8分领先，台啤在剩下7分40秒，整场比赛结束喊暂停，进攻时间剩下不到5秒了，塞拉里下空手线，这个球，看看第二球，好，2发1中。这个赛季目前为止，许世清教练所提到的，
就说领先球要怎么打。对，三分外线谢亚轩的出手 for three。天哪，小的阵容哦，所以不管是艾德跟柯林斯还没有任何的调度哦。那林伟汉目前16分10个助攻，啊，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拖完了。